丝袜呢？你们想看丝袜？想看丝袜是吗？想看吗？你们这群嗜血的小怪兽啊，想看我穿丝袜是不是？你看，你看到吗？我刚拍完影片，有没有性感的丝袜？你看这个开口 ，Oh my god！今天福利时间，真正的黑丝袜，没有在跟你们开玩笑，穿个黑丝袜来的，怎么会有变态？好了，各位，不要说对你们不好。今天如果我输一场，我就让你们看一次黑丝袜 ，OK 吗？皇帝穿黑丝袜，机会可不多、哦、啊。那我们今天单排排位，不观众场，没有人可以阻止我。今天都玩小青好了哈、哦，因为表情就是棒。来吧，我们直接单排。这是新家吗？对啊，我的背景是新家。我关灯会很有气氛哦。就是带小姐回家的时候关灯这样子。哇，内裤先湿一片，不解释。哎呦干，剪脚。哎嗯嗯嗯，好凯撒。哎干，好我打野我打野。哎干，我打我凯撒。哎干，这个人是怎样？好我凯撒。哎干你。好我打野我打野，妈的。这个人是怎样啊？聘叶秋，你很喜欢跟我选一样的角色是吧？哎、欸，等一下哦，我先把手机壳拿下来，我要装散热器，不然等一下手机会爆炸。你到底要哪边？我都可以。各位，我先画面先黑一下哦，画面先黑一下，我装个手机散热，那画面会先黑一下。那为了弥补大家看不到我画面。黑掉的时候你们会很惶恐，不知道要看什么，所以等一下等我选完角色，等我选完角色，我选阿莫拉好不好？好吧，莫拉。那为了怕你们说会看不到我，你们会很惶恐，把它放大，然后我画面先黑掉，因为我要换那个，然后这边我就展示一下我的黑丝给你们看。我觉得我诚意是拉满的啦，你们觉得呢？那你们各位是不是要帮我的影片点个赞呢？是不是？真的是受不了哎、欸。来呀、啊、来、啊！哎呀，什么鬼呀、啊？本局你出手 ，OK， 来吧。好啦，今天给你们福利时间啦，今天只要抖内300块以上的，我让你们指定做一个动作啦，好不好？但是脱口罩不行，就今天而已哦。啊，我经营频道2年多，穿黑丝袜直播。其实我最近很想玩莫拉、欸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觉得很好玩。来得及去蹭中兵吗？来得及，来得及，好不好？这个中路兵线我是不能够放过的。我们共享一下哦，好舒服啊。那我们再继续刷野怪，我觉得这一场应该会很好打、欸。一击の方。我方凯撒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像赞尼尔啊，他现在去中路吃兵线嘛，那我们这边就帮忙把他下路压进去。为什么我要这样做？因为这样子的话，对手塔拉就吃不到这波兵线，你们同意吗？现在兵线压进去嘛，塔拉就会漏兵，我们再来这边拦截塔拉。基本上就是剧本，就是我们怎么说他们怎么做。来，这个可以吃，上路只要不要死，我们就赚。对，纳克还带掉，他们这一条魔龙吃不掉，我们还可以吃掉他们的这个凯撒，顺便反他们的蓝。凯撒神奇厉害，请求集合。OK， 那我们就不打了，拉掉，因为我们前期就是要稳，不要打得太激进啊，这种东西哦，不要贪，贪就没了。中路兵线这个凯撒小兵来了嘛，我们就必须要吃。为什么？因为凯撒小兵会把这个兵线都清掉，会导致我们掉很多经济。等一下中路，抓，前往蓝区，因为怕对面也会防我们的蓝啊，就把蓝先吃掉，接着找机会就可以顺便吃个魔龙。
然后上路这边可以抓，而且我们凯撒路是站你的会飞。这个海伦可以抓，海伦可以抓。哇！可以，玛丽可以抓。可以吃魔龙，完美！我们基本上一个把对面压着打。他们的蓝出了，纳特在上，各位有看到吗？我们就是反纳特，几乎这一场只吃到一次蓝了。他现在赶过来已经来不及了，我们会吃掉。在这边蹲蹲他，他一定会过来，他一定会过来，他一定会过来。我们蹲他，有机会杀他。卡拉不自量力耶、欸！哦呦，我的老天，他好硬哦、喔！他怎么那么硬啊？我刚才说他不自量力，原来是我啊！马上打脸呢、欸！我们刚刚前面讲解还那么帅，去那里去这里蹲这里，结果防御塔马上一个打脸，这一场我就想赢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会比较没有讲干话，认真一点。往上打，往上打，卡拉太难杀了，这个井一定很好杀。来，我在扛塔、啊。好了，还行还行，上塔可以拔掉，我来拦截这个兵。一の方、凯撒被击败。这个卡利，哇，没有狙魂，那个海伦回血量太高了。OK， 一个戏耍，往回拉。蹲！我的老天，救我！那应该是拦截到顶吧？为什么都是泰雅的人头啊？伤害我打人我抓，啊，都是泰雅的，是傻小啊？我好痛！哇操！这海伦的回血是鬼吧？我的老天哪、啊！我到底在玩什么？我一个打野，我打135，我根本就辅助啊！为什么萨尼是302？然后我们的中路跟凯撒路是。哇，死定死定！我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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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操我操我操！救我啊！斩杀已经准备就绪。戏耍，戏耍！我这个血量，我就继续玩塔啦。好像打野差距太大。
不好意思啦，这连对手都看得出来，我们就继续细耍就好啦，好不好？塔拉，你想带兵线是吧？玩的那么开心，结果警跑出来，哇，一个臭热闹哎！你觉得我抓得掉那个井吗？敌方三路全破，我方中路超级兵出动。OK。赢了嘛，这种东西就是皇帝算很宠粉，肯定啊，拜托，我说这一场输了我都可以丝袜给你们看，但是不允许我输嘛，你看